手型可以让我们在钢琴上跑得更快、更稳、更轻松。那手趴着是不对的，像这样，这样弹琴呢是不对的。手腕太高，像这样，也是不对的。这两种呢，对于我们发力、弹琴的发力都是不好的。那我们手型呢，应该是收拢的，像轻轻的握着一个海绵球，任何的关节都不能凹进去，都是要凸出来的。弹琴呢，要用手指尖接触琴键，而不是手指肚，要这样，手指尖，而不是手指肚去接触琴键。这就像跑步，用前脚掌跑呢，才能跑得快，跑得灵动。弹琴的道理也是如此。